很喜欢可以试穿呐、啊。好，那个这个衣服，它是那个日本进来，它名称叫羽织。哦。就穿起来的那个感觉也不错啊，就是它有它的品味啦。它就是每一个人看。帅哥就是帅哥，穿起来更帅啊！美女穿起来又更美啊！那你在这里开多久了？我来这个点三年的，可是我的行业已经做11年。哦，这个衣服好特别，我们在外面看过。材质是绢的啊，它是在日本是定做，它是一针一线缝的啊，它绝对好像第二件就很少。这也是手工做的一个就是一件这样。你们喜欢可以穿看看，没买也没关系啊，因为我们刚刚在研究这个要怎么穿，好特别哦。我在帮你们穿，还是你们自己？这个可不可以帮我们就是介绍一下这个要怎么？好，帮你们服务一下。好，请来穿比较。这个是女生的，我再挑一件男生的。好，那你帮我看看，挑一个就是可以跟这个搭的男生。这件比较亮。这一件那个穿起来，那个美女也不会多看你一眼。那我们现在这样就要叫老婆过好了。没关系。现在我们这个如果有看喜欢的啊，这里现在有没有什么活动可以比较便宜？我们会特价大概890，或者是那个夫妻档又更便宜，因为那个夫妻档更恩爱嘛，你要对你们好一点。因为我们是说那个盐城富江现在好像都有在办活动，这个穿起来那个感觉也不错，大概就那个啦，两人倒进在前面喝。这件真好看，这件真好看，这件真好看。好，或是老婆来穿又更漂亮，因为那花色蛮适合的。哦，搭一下，好，搭一下，把这个对出来。我会帮你们。好，你照个镜是这样吗？你照个镜子。好，真好看哦。好看啊，因为你人长得漂亮啊。衣服好看，还显得我好看。对啊。因为那个脸也要长得。对啊。可以搭吗？不会，不行，我穿得起。我说我跟你搭不搭？我看这话搭。搭吗？搭，可以哈。太可以。来站一起看看。给老板娘给我们俩挑的，这样适合哈。可以哈，好，那我们再去那个看看有没有其他的。还有另外一家店，我带你们过去看一下。哦，你还有另外一家店。好，那我们就过去那家店等你。好，拜拜。今天真开心，开心吗？今天这好看吧？好看，今天。